我们两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相识是朋友，然后参加节目就是又说变成了那种对手，对手的感觉，就是也是会一首歌，可能我们俩在这首歌里大家都会想争这个，想去担当这个担当这个，就是要靠自己的实力去竞争啊这些的。其实从对手到队友其实都是实现了，就一加一，我们是希望强强联手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目的，都是让我们彼此都能变得更好。其实我们俩一直是那种很促进对方成长进步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待会儿来一场。等会儿我们是队友对手是我抢。